主祭之公到槟城庙香林寺庙为当天法会的法师和民众们提供祝福，透过活动可以行善，也推广健康的祝福。慈济难得这样子推广这个素食，那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是绝对是支持的。你可以利用你们现有的一些材料，我可以变化把它做成这么多美味的素食啊，推广素食不单令我们啊展演这个慈悲心，我们慈悲嘛，何必要伤害众生？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给人家吃得健康。一早为这活动准备，以蔬果和金丝质量为主，变化成各种不同的糕点面食，精心的摆设让人食指大动。哦，你们这个午餐很好，色香味俱全。我出师差不多有40年了，哦，一直来我都以慈悲的心肠来吃的咯，说什么都要给慈悲先这样。吃素不只常养慈悲心，也要健康，健康的素食不会带给人体上负担。主要啊，因为这样的一个饮食啊，最重要给我们吃了，内心啊没有一种负担，所以觉得啊一切啊都很舒适。在吃的时候，最重要是觉得对身体啊有很大的一个帮忙。透过上供法师下结有缘，人人可以结善缘，尊重爱护天地众生，少欲无数，多行善，累计福气，灭灾殃。大新闻马来西亚冯立新报道。